钱呢。那万万上报，无了时呢。所以咱爱，卖去甲人结恶缘，都无这个恶的种子哦。所以这个习，却是由于呢幸运啊，所以咱会结了真多的恶缘，生生世世无了时咯吼。那搁再有呢，六力空寂呀、啊。这个六力啊，就是啊，色、香、味、触，外面的这个挂点啊，配合了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心、意，这呢，就是啊，外面的色点啊，咱的六根吼，搁加上了迄个色，拢甲收入来。不管是听到的，收入来，看到的，收入来，这呢都是实。去照外面的境界呢，去把它接着入来，安尼叫做六入。所以这个六入啦，其实呢是空寂，或者像一面镜，咱的镜啦清吼，啊山来照山，树来照树啊。哦，鸟来叫鸟，狗来叫狗啊！这个镜呢，就是啊，照，不管是耳啊听的啊、哦，知影即嘛是鸟伫咧叫一声啦。迄、那个鸟的形的境界，就入咱的心啦。我即嘛目睭看伫外面呢，哦，天伫咧光咯。那秋分明出来了，这目睭呢，把遐的境界给摄入来，所以外面的境啊，那我现在的境啊，用这个心呢去给摄受入来，这呢叫做六入哦。啊，这物件是咸是甜，咸的本来伫外面，甜的嘛伫外面啊。就是有咱的习惯嘛，去解淡常，还有那一只鸡啊，啊无够甜啦，这呢嘛是咱的习啦，去解意识到，所以去解修入吧，会感觉，所以因为安尼呢，这叫做六入，啊其实这个境啊，因境过啊啦。啊，就是啊，迁啊，都迁移啊，都无啦。咱都应该呢，爱知影这是啊，无的物件。但是咱偏偏呢，要去改接回有，那本来是空。但是呢，咱个人一直认为我爱，所以呢，都聚集来，一种为爱啦。去行动嘛，为爱呢去扎亲善，所以爱扎亲善。爱，咱愈是爱的时，哦，就是啊，伫咧追求迄当中啊，海那大，潮那乱，我的情绝对无疑呀。绝对呢，未变心啦、啊。不管天长地久啊，这我绝对未变心，都亲像安尼安尼这么爱你呀、啊。但是呢，情几何时呀、啊？差不多结婚落去了后，开始呢，拢总变啦。那是时过境迁啊啦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啊。过去是初恋期啊，男女互相的爱啊。但是现在结婚啊，为了家庭呢，我爱打拼，外面爱应酬啊，
哦，等等啦，个人有个人的理由啊。其实呢，这个爱是真的吗？是不是真正的天长地久呢？是不是真正的会当等到海打潮乱呢？迄、那个爱拢无变迁吗？会记得才几工前我讲过去啊，连咱家己的形啊、形命，咱家己的性命，都不断伫咧变迁嘛。婴儿的时，迄当阵的形哦，红鞋啊，咱嘛做过红鞋啊过呢哦，红鞋啊，红鞋啊的形啊，甲伊的名叫做婴儿。幼年，伊个名叫做少年，叫做青年，叫做中年、老年呐。迄、那个无同个名，就是因为呢，伊个形变呐。咱家己个身躯都无法度通顾好，讲永远青春，少年形。咱都无法度啦，还要搁再担起了什么爱啊、情啊，会当偌久的天长地久呢？何况性命无常，就是一世人拢爱，但是呢，这样嘛是会变，所以讲起来呢，这样爱咋？情深啊，敢若即迄个爱恋啊，乍欢其实呢，这些虚幻的代志，所以呢，咱应该呢爱去规划吼，咱应该爱真透彻啊，咱呢爱会通头看透真侪的事理吼，那咱的事理若清楚是非。分明，都未去犯吼，啊，未去贪乱，不应该得，不应该贪，这呢是咱应该爱去看透彻吼。咱若看无透彻啊，就是生起了迄个爱乱的心吼，所以啊，咱唔贪。现在呢，嘛是常常看到人讲啊，我对人真失望吼、哦，我对猫、对狗、对鸟，哦，我对其他呢，我来疼只比疼人搁较好吼、哦，啊，就去饲真侪的宠物啦吼、哦。那安尼是对啊，唔对，都只有讲过去啊。生物有生物伊的这个生态，你何伊呢？真正的自由去吼，那安尼才是真正的爱啦。啊，不过呢，我嘛要甲大家人讲一段呢，是伫迄个福报啊，安尼的奇妙的代志吼，啊嘛要证明讲六道拢是有迄个真正的灵敏、真灵啊、真敏捷的迄个感觉啊吼。那就是讲一只。鸟真正呢有迄个第六感嘛，伊会当千里找主人啊，这是伫咧法国吼、哦，一只鸟啊，它呢的主人啊，伊呢要从南部呢啊搬去北部，这只鸟啊本来甲这个家庭拢真好啊。家庭人人拢真疼这只猫，啊，不过呢，要搬厝啊啦，所以呢，伊的主人啊，就把这只猫。